白内障术后，常规来说是需要眼部点抗生素眼药水2周时间。那么，是不是2周之后就可以不用眼药水了？不是的，2周左右需要来医院复查，可能需要调整用眼药水。因此，白内障手术之后，需要患者到医院来复查至少一次。那么第二个呢，白内障手术以后还需要注意的，要戴茶色的避光眼镜，因为白内障术后的早期，患者都会感觉特别的畏光，尤其是在夏季，所以建议术后佩戴茶色的避光眼镜。第三个，那么在一个月以内，希望手术的眼睛不要进入一些生的水，比如说自来水，这个要特别的注意。